用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有老朋友来了，掌声欢迎。好，我们首先欢迎有这个新的作品叫《伪装者》，在我们湖南卫视播出的，我们的胡歌同学，欢迎胡歌。欢迎胡歌。伪装者里面是伪装帅的路线的，对不对？帅是标配，我不是故意要走，就是标配。好，下面也是好久不见的，真的，之前有一段时间频繁的来，以至于大家都开始有点烦他，但是又好久不见了。好，我们的孙坚同学，欢迎。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真的，我们都想你了，你真的好久没来了。坚果们，你们在哪里？对，有一年了吧。因为他这一年呢就是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大本营就不欢迎这种没有今天回来又打没有今天找我过来就是玩游戏啊，说今天就是聪明的人集齐到一起玩游戏。啊，好会聊天。大本营是这么骗他的呀。好，接下来呢，这位真的有快两年没见了。真的有。我今天跟他说，我说你跑男红了之后就不要我们了，是这样的吗？不是，我经常想你们。你知道我模仿金星都是为了怀念你。怀念。对，真的。因为在大咖秀里面，那时候我建议祖蓝去模仿金星老师，后来成为一个焦点。对对，没有你我就没有这么完美。来一个吧，来一个。我帮你拿麦克风，我帮你来。来。完美，完美，完美。哎，这比看小咖秀过瘾呢、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大家看到我们出场的方式非常特别啊，明显的穿成了两个不同的这个超热组合。你在干嘛？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是什么队？我们是威尔摩斯队。威尔摩斯队，对，我们是柯南队。真相只有一个。谢谢。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期主题叫做“谁是卧底”？我们看一下 VCR， 来，请看。这是大本营开播以来最史无前例的一次特别计划，在今天的节目里。汇集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侦探，何炅料事如神，韦家一针见血，王祖蓝人小鬼大，吴昕冰雪聪明，胡歌才貌双全，谢娜脑洞大开，孙坚七窍玲珑，杜海涛大智若愚，但是会有一位卧底潜伏其中。对，我们王祖蓝啊。请注意，卧底会破坏自己队伍的游戏进程，完成指定任务，要隐藏自己身份不被发现。如果卧底所在队伍最终游戏落败，则卧底获胜。而你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卧底。不要轻易下决定，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好了，准备好了吗？谁是卧底计划现在启动。是不是我都有点害怕了。哇，有点吓人了。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我们那个对台本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这是一个事故，嘉哥就先到了，然后导演对台本都要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卧底，然后何老师说所以是维嘉咯，他现在化了妆呢。因为当时我们问佳佳说已经化妆了肯定是你，然后维嘉在吃着饭，他完全没有掩饰的，就一副被抓包的感觉。这个时候导演也是那个眼神颇为闪烁，因为我经常被抓包，所以那个所以自然的表现。当我们说了是维嘉以后，我就觉得导演就是应该会就是重新换了一个人，但是我呢又有点怀疑胡歌。怎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老觉得他怪怪的，心神不宁的。虽然他说他近几年都怪怪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特别怪怪的。所以我们在整个，我很庆幸现在没有人怀疑我。因为我觉得在整个录节目前，我们俩的口，我们彼此的信任，就是早起在那化妆，我们彼此的信任先就已经没有了。我觉得不排除导演组将错就错，所有人都觉得被发现了之后肯定会换一个，要换人，那我们就逆向思维就不换。所以你今天依然是重点怀疑。后来我有自己就是希望导演可以指派我为卧底，因为我很想玩卧底。然后导演说你不能当卧底，你得保护卧底，因为每次那说明卧底是在你们那一队。不是，他说因为每次玩卧底游戏的时候把娜姐留到最后，卧底就胜出了。
你记得吗？好，我们第一轮游戏的名字叫做我只相信你，我们上一下道具。这还有信任可言。好，我只相信你。在我们游戏开始之前，我们要热烈的欢迎我们两个非常可爱的外援来加入到这个节目当中。首先说明，导演告诉我们，这两位外援并不会是卧底的身份，他只是跟我们一起完成游戏。而这两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也是伪装者当中的两位重要的角色。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两位。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王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凯，在伪装者当中我饰演的是明成。我们一起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景东。在带来的伪装者这部戏里我饰演大哥明楼。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王凯会加入我们这个柯南队，我们东哥呢会加入到福尔摩斯队。好，我们这个游戏很简单，大家用勺传递一个球，看哪一队先传递完四个球哪一队就获胜了，好不好？好。稳住，你不是卧底，你掉了你就是卧底啊！啊，那行，卧底卧底，你不要穿帮啊，卧底！那行，没事，来来来来，好演，哎，来来来来，啊，低一点，低一点，卧底！哎，你不要，哎哎，稳住稳住，不要破坏啊啊！好，我证明你不是卧底，顺利，我也不是卧底。你是卧底。把勺子当手用呢。何老师就在那了。我们队先讨论一下，我们队误会我了，我们队输了，我们先讨论一下，再来。现在我们的分析是，就是开始王凯说，他看整个我们这一队的传递过程，只有我们王祖蓝在交界的时候掉了三次，我记得是三次，确实弹一次我接住了，然后我们再。前面一次我们确实很顺利，勺叠勺的时候传过去了，后面几次我们是想加快速度，这是我们着急的原因，这是我们想成。就是比较想沉睡，不小心，真的是不小心。因为说卧底在整个的游戏过程中会做一个指定的动作，我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奇怪的动作。他们两个都没有。虽然我们输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队还比较干净。没有卧底，我们没有卧底。干净这件事儿，我们这队也是。我觉得我们这队没有卧底。哎，不对，我觉得我们这队有卧底。作为队长，
首先我觉得啊，我们先不要怀疑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乱了阵脚，我们就输了嘛，那卧底不就赢了吗？所以我们队没有卧底，是不是？但是，哎，不是，但是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在细节里面要去发现一些问题。娜姐在于这个游戏的竞争环节当中，确实不是她以往的水平。平时娜姐确实在玩任何游戏当中，确实跟班脆的，但这个就是你，她就是特别无辜的看着你，然后那个球就怎么都递不到她那个嘴里面去，她就一直躲闪，后来迂回。确实，我们这个环节，这位东哥来，尽管这个。指我，是你吗？掉的比较多，但我还是觉得胡歌更像。你怎么这么好啊？是吗？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你是卧底派来的救兵。为什么是我？刚才他给我那个球，差点掉了，我还把他救回来。但我觉得今天的伪装者更善于伪装，而且。因为你演过伪装者嘛，所以你特别会伪装。如果，如果你看今天我是来宣传伪装者这个戏的，是吧？然后。那个导演组把我拎出来作为卧底，这不是侮辱你们的智商吗？他们经常侮辱我们的智商。但是我不能侮辱你们的智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肯定是我不做这个卧底，对不对？好，那太容易暴露了。我不怀疑胡歌，因为在我跟胡歌这个。就是近距离的对抗当中，他真的非常努力的响应，他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干扰我，已经到了讨厌的地步。然后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然后从我在这边，因为不能老看他们，听到的一直是不停的有人喊娜姐、娜姐、娜姐，所以我觉得娜娜应该，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但是应该是做了很多让大家失望的事情。娜姐今天还是有一点，娜姐今天确实有点不正常。刚才她自己还说不正常，她娜姐刚才说她不正常才正常啊。没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我们这一轮不投票，我们这一轮导演组给予了一个线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来，下面开始吧。因为我们赢的队可以看吗？不要紧张，好紧张啊！完美，特美特无追，歌词来的，蔡依林的歌词嘛，特无追啊，对呀，而且有完美，孙坚，特无追，没有，坚 J 嘛，孙坚。也有我啊，维嘉，哦，我也是，对，何炅，维嘉，何炅，还有靳东，而且你看完美，完美就是王祖蓝，王祖蓝，对，你想到完美，完美，想到王祖蓝，没有，这个线索非常有用，给了等于没给，我们没有，你看啊，戏份拿捏最会，我觉得就是对演技的一种肯定，那台上演技好的，你看爱得不知不觉。这无疑是说娜娜，为什么呢？你对我的爱，你一直不知不觉。可是你对我的爱却永远无法兑现。哦，越说越像了。你才灯谜呢。也开始那个。好吧。刚这是谁摆的？这是谁摆的？维嘉。维嘉，维嘉的指定动作就是把勺子摆成一个圈。这是多么古怪的一件事情。哇，维嘉。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指定动作，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太特别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指定动作，但是他一定是很离谱的。完了，我们一提前猜出来了，怎么办？我是有强迫症的。那是不是今天的？我们再看一下吧，好不好？绝对是你了，维嘉。好，我们请王凯和东哥再继续站到中间，好不好？这个三兄弟在伪装者当中啊，带来精彩的表演，也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伪装者，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之后的作品，好不好？谢谢王凯，谢谢靳东，谢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八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卧底。那刚才第一轮游戏当中，柯南队0-1输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第二轮游戏叫做团结就是力量。我们首先呢要抽一个签，因为中间的第二关呢决定要转多少圈。那么赢的队先抽，请。先抽。队长先抽。五圈，这不错。哇。五圈不错，太厉害了！十圈，一个，不用转，一个，啊，几？六圈，24圈，20，赢了呀！何老师，你是卧底吗？我的个妈！好了，哎，
胡歌抽到五之后表情非常的落寞，他不开心，他想赚多一点，他希望这一队赚多一点会输。没有，他刚才有跟我击掌。这个是敌队在扰乱军。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团结就是力量。游戏规则：游戏一共分四关，两队的四名队员依次完成。第一关是姜太公钓鱼，队员手握鱼竿，把灯罩套在头上即完成。第二关，大象鼻子转圈，圈数由队长抽签决定。第三关，冰冰透心凉，队员要将冻成冰块的衣服化开，穿在身上。第四关，疯狂风火轮，要以最快速度将绸带抽完即算过关。这四关每人都必须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敲锣，然后回到原点与下一位队员击掌，下一队员才能开始挑战。两队用时短的一方获胜。柯南队任务分配如下：何老师需完成姜太公钓鱼，吴昕转圈，王祖蓝挑战冰冰透心凉，维嘉则需完成疯狂风火轮。他们能以最快速度完成这些挑战吗？前一点，对，好，左边右边，后面，前一点，欣姐还给你击掌，还要给你击掌。你傻，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去？1、2、3、4、5、6。20，加油！21、22、23、24，好，漂亮啊！敲锣！你证明你不是卧底，你快点！他绝对不是卧底，他绝对不是卧底！来！不抢不抢！快跑！快跑！他还能站起来跑？好，快去穿衣，快去，加油！摔他在桌上，用力甩！对，小安别打到手啊！用力撕开它，好样的！爆发了！哎呀，好快啊！好样的，撕开它，刺肯定冷。继续甩！哎呦！啊！可以了，可以穿了，可以了，完美！哇，好厉害！那是个衣服，那是件衣服。哦，把它分开哦。外套可以脱了再穿。哎呀妈呀！要全穿完吗？哎呀，不要再甩！哎呦！我以为你要把头发脱了上去。那边应该没问题。继续甩！哎呀，小心小，别打到手啊！千万别打到手，打到手了。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跑，暖暖的眼泪更好。你头发都短了，快点了，要不你就被当成卧底了。卧底，好，快！哇！甩！好帅！哇，看他多像个哪吒！把手放在空中甩，甩起来！停止了，甩！全到一起了，把那头丢掉，把手上那头丢掉，旋转！好，裤子要掉了，好，成功！快去敲锣！好了，快去敲锣，可以了。锣在地上，好，铁定在我们组，我觉得先看输赢吧，这个时间我就不念了。
时间有多少啊？4分13秒，18秒，好快啊！那还快啊！我们先讲，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表现。福尔摩斯队任务分配如下：谢娜首先完成姜太公钓鱼，海涛转圈，胡歌挑战冰冰透心凉，孙坚最后挑战疯狂风火轮。他们能打败柯南队，超时完成吗？请拭目以待。我觉得首先在四个项目当中，这个看起来是最蠢的，然后而且确实那个灯罩打到头好疼。哇，这个不蠢啊！这个好冷，那个不蠢，是好冷。这个好美，哎，好美，还有这个，这个不蠢。这个游戏不要叫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游戏可以叫比比谁更蠢。我想到了，就是嘉哥弄这个的时候配那个“爱恨就在一瞬间”。好，预备备。哎，绕啊！大姐，左右右右来回，慢点慢点慢点，绕啊，大姐，慢点慢点，往前往前往前，左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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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左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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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再绕啊！一分钟已经过去了，大姐，哎。我觉得有问题，就是他其实他早就感受到那个灯罩在哪儿了。右边，右边，两分钟过去了。好，那姐我们已经输了，一分钟了。我们真的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那姐，我这转五圈，你这跳起来，跳起来。谢谢娜娜，现在我们那个24圈的时间应该追回来了。过了，娜娜，你像我一样那个稍微犯点规。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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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到我了，快点，大姐，快点，大姐，快点，大姐，敲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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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大姐，你好，机长，机长，机长，我的，我的，我的，大姐没记清任何一个步骤，绝对是我的。抓鼻子，抓鼻子，二要低一点，要低一点，三头要低一点，四。OK， 24个，二十四个，24个，敲锣，海涛，卧底，卧底，卧底，玩太慢，甩，甩，甩，扯开他，甩，甩，甩，他们这个是对的，卧底，卧底，因为先让那个冰化一下，其实是对的，嗯，需要甩甩。哇，这么快啊，这个方法可以啊，哇，这个好，你不是卧底，太嚣张了，你这样你边做还会边看着我。超快的，这个快点啊，你在停等什么？你看卧底，卧底，我们班卧底太多了点儿。不是，是真的很冰，是真的很冰。哇，会不会有两个卧底啊？他们全队都是卧底，我现在觉得慢慢都是卧底。哎呀，好冰，好冰！快，快去！孙坚，你给我快一点！孙坚，甩甩！木乃伊，受到了严重的。这个肯定不是卧底，孙坚一定不是，他好像是洗衣机啊！哎呦，旋转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成功了，成功了！辛苦了，福尔摩斯队4分35秒。那我们，那我们没有卧底，那我们爱恨就在。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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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谢谢一下卧底，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卧底，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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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底一号，谢谢卧底二号，不是我，卧底三号，只有你是，只有你是 OK 的，你不是，没有，他们三个是卧底的话，你也是卧底。我想跟大家，其实今天根本就是柯南队对卧底队，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全是卧底。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整个晕掉了，因为我不
觉得我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游戏会用这么久的时间。为什么做这么简单游戏会要这么久的时间呢？好，发音开始，海涛。八个人里面谁是卧底？你来分析。八个人中啊，我觉得按这一轮玩的比较惨的是娜姐，胡哥哥还算玩的算挺拼的，何老师也玩的算挺认真的。因为我开始其实我有点觉得何老师你这么聪明应该做什么都是聪明的，但是我为什么你转了那么久？这我跟你说，你是仗着我们不能反驳你，你刚才里面的槽点太多了哈。孙坚那边，祖蓝，确实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自己想看胡歌是玩的时候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这一次一定要排除胡歌的嫌疑。他虽然做那个动作是慢的，感觉是慢的，但他是条理非常清晰的，想让他快，这是我判断胡歌。那祖蓝在这个里面一直在砸，在这个在那个，那同样的这个时间里面，我觉得胡歌比他的时间要短很多。好，娜娜，我感觉我比较怀疑。何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就是最开始任命维嘉为卧底的时候，何老师一下就拆穿了，因为何老师对任何事情好像都是一下就可以看到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导演可能就把何老师任命为卧底，一个是他可以掩护自己，二一个他不会告诉大家谁是卧底。荒谬啊！你说单从这一轮的表现来看啊，我怀疑两个人，一个是娜娜，刚才我听她自我辩解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当做一个线索，她说她擅长动起来的游戏，这个比较细心的不是她的强项，可是这个环节是她自己挑的。因为我感觉可能应该我觉得挺擅长的，但是当我要准备玩之前，我队友的对我的怀疑让我心里有了阴影，几个人哼哼，看你这次怎么玩，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为了证明自己反倒就是没有玩好。我觉得不用再去反驳他了，因为他的解释非常没有逻辑也没有力度。然后你们这边呢，对不起祖蓝，我想怀疑一下你，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在同一个游戏项目嘛，就是砸这个动作呢，看似好像很卖力，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有效。我觉得撕扯的动作是最有效的。我觉得撕扯的动作没效，砸的动作有效，所以我也怀疑你。反咬一口。我们可以保留，我们可以放到下一轮。对，大家都听完每个人的那个分析之后，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好，到我啊。这一次我有三个人怀疑，我说出来大家可以分析一下。第一个依然是维嘉，有一个细节就是娜娜在做她的挑战的时候，祖蓝一直在喊左边左边左边，就扰乱娜娜，在喊左边左边的时候，这个时候维嘉居然出手制止王祖蓝。左一点左一点左一点，王祖蓝，对对对，哎，其实他早就感受到这个灯罩在哪儿了。不要干扰他，你不要，意思是他不希望有任何人去影响到你们这一队尽快的完成任务，他希望能够确保我们这一队是输的。那这是谁的任务？这是卧底的任务。第二个怀疑的人就是王祖蓝。祖蓝是这样，太多作秀的成分，也浪费了非常长的时间。再一个，我坚持认为坐下来用脚去捅这个衣服的动作是浪费时间且多余的。第三个我怀疑的就是谢娜，不是因为谢娜怀疑我，而是很简单，前面都没问题，当灯罩已经照到头上了，僵持不动，快点大姐，有五秒之久，后来大家提醒已经 OK 了，才如梦方醒，接下来又忘记去敲锣，敲完了之后居然会忘记回来，机长，卧顶，假装慌乱，假装着急，然后非常聪明地完成他卧底的责任。我的三个怀疑大家可以自己来判断，好不好？好，下面到祖蓝。我要先说我不是卧底。快点说你怀疑谁。维嘉，我是觉得最有怀疑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第一个游戏他玩那个勺子吗？
它排得非常非常的整齐。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去看线索找卧底，他就不看线索找卧底去排那个勺子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分析的时候，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小动作，没有看我们，没有听我们讲话，就在这里走了一个小圈。什么时候？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哦哦，还在打配合。吓我！多大点事儿啊，还打配合？对，到我了吧？韦家的阐述很重要，来，我觉得我以前觉得你挺聪明的一个人，现在看了分析来，我觉得你只是在重复别人的线索。就这个游戏而来看，我觉得我想把锁定的怀疑人选选择在第三关，也就是在胡歌跟王祖蓝身上。胡歌我看得出他用心在穿那个衣服，看得出他是想用手的温度把那个融化掉，其实穿得更快一点。我大概算了一下，王祖蓝画的时间更长一点，王祖蓝在甩或者在用脚蹬，这个作秀的成分更多一点。这是我怀疑王祖蓝的第一个目标。我再怀疑第二个目标是何老师。何老师之前锁定了三个最重要的怀疑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谢娜，还有一个是王祖蓝，就是把前面大家怀疑的人重新用他缜密的思维跟语言再加深了一遍印象，因此就不可再也他也再不可能说再有蛛丝马迹或怀疑到他自己头上。所以我认定他这一番缜密的演讲过后，我有一点怀疑是何老师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待最久的人才能玩得转这盘棋。我觉得这盘棋非何老师莫属。越来越觉得是你了。哇，你说的太好了，这个讲得很好，讲得很好，非常好。好吓人呐，说的太好，认真了，说的太好。好，来，太好，星星，你在拍的是一部大片儿啊。我听完你们所有人的发言之后，我怀疑你们七个。我说不出来什么新的理由。那要不要我们七个召唤一个神龙给你看一下？我其实觉得最大可疑是王祖蓝，我一直现在也觉得是你，因为穿衣服那个甩袖子甩太久，真的超过了我转圈的时间，真的那个不太可能。好，好，祖蓝啊，无辜是吗？无辜。好，我们现在开始投票，投票非常的简单，就我说三二一之后，大家用手指来。三二一，三票对，三票是三票。哦，不可能啊。哦，你指的我对吧？哦，三票对三票。你看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要指你。我还是指你。那我就指你，你四票了。那我就指你。你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指你啊，你四票啊。那我，因为我说的很对，你四比三，你是犯罪嫌疑人。佳爷，漂亮。佳爷，你是不是开挂了？佳爷，你咋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给王祖蓝戴上疑似卧底的绶带。这么，哇，这个荣誉真的。这么隆重个事儿、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用谢，宝贝儿，你穿着这衣服，戴着这个，太像导购了，疑似好像香港小姐啊。所以接下来在下一关的游戏当中，我们将重点观察王祖蓝。那接下来谁是卧底？真相只有一个。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目标，进入到我们第三轮的游戏。也许离得越来越远。好，马上进入到第三轮的游戏，名字叫做是这个插旗的游戏，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弹力插旗的游戏。福尔摩斯队与柯南队依次派出队员进行比赛，参赛者必须腰上绑住弹力绳，手拿队旗向前移动，在巨大的弹力作用下，前进的力量越大，拉回的弹力也就越大。在与弹力的对抗下，队旗放稳则得分，队旗倒下则不计分。来回拉扯的过程中，如果参赛者被拉回红线以内，则游戏结束。四轮比赛之后，累计距离最远的队伍获胜。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排兵布阵的过程，输的队先来。福尔摩斯队，你们派谁？海涛先上吧。那我就开个好头吧。好，第一个是海涛，我们派谁呢？你们觉得谁跟海涛实力比较相当啊？吴昕呢？我。好，我们派出的是涛涛和欣欣。我觉得六米应该不难。六米很难。我感觉几步就可以跨过去。是吗？
但是你别忘了后面有绳子拽着呀。好，拿着你的旗子来，海涛加油啊！好，跑到六米，海涛。OK， 预备。说好的六米啊！六米不难啊，六米真的不难。可以到六米。你可以的。哇哇，七米，可以的。别注意要稳，要立住。说好的六米啊！六米不难啊，七米的。你可以的。哇哇，好。倒了，已经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吧？海涛成绩零分哦。但海涛，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过程不像是故意的，是努力的，不像是故意的。他很努力，我觉得过程。啊，我那个跟你们说一下那个经验，他我感觉我已经很稳的在放那个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那个因为垫子是软的，所以它弹力很大。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更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你放六米就好了，你非要放个七米。吴昕不要赢太多啊！吴昕你随便放。预备备，准备先呐、听口令。别给太多了，别贪了，别贪了。我刚才就是想给的。哎哎哎呀！对，这个看来这个不是，这个不容易，其实这个是不容易。这个真的就是你一冲出去，就是要冲就要放，你最远的地方你就赶紧放。对，你要是时间越久，你就会一定会被拽回来，回来了就出不去了。好，来。福尔摩斯队，你派谁？队长，谢娜。他又用这种眼神，一定是他。我要告他们，我要告我们队员用冷暴力对我。无所谓，阻拦吧。我们派佳佳。佳佳，娜姐，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好啊，你将是零分。那你呢？我在这个环节将要告诉我的队员，我的心就在福尔摩斯队。还没拿旗呢你。哇，他还说他要赢，他连旗子都不要。你还没拿旗，你要空手套白狼是不是？哇，又开始了，娜姐。实际上去远处看的难。娜姐，哎呀，我们投票吧。你先放下来行吗？我们投票吧，卧底是谁？你先能，你把他先稳稳的放下来行不行？哎呀，我们投票吧，卧底是谁？终于有了第一个成绩，四米一，对吧，小芳？好，四米一。我以为我可以走很远，一到这儿，就是。佳佳，你待会儿把你所有心里的反应都放在你的表情上，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好吧。我没有注意你的表现。那我们要告诉他头盔戴反了吗？对，你是卧底。我戴错了，孙坚帮我戴的。不好意思。这是不是指定动作？这个是不是指定动作？头盔戴。孙坚，你故意的吧？黑我是吗？佳佳，你要说什么？你这一局有可能洗清你的嫌疑吗？我一直在洗白啊，而且我觉得我成功，非常成功。因为现在怀疑的台子不戴在你身上。
想好就放，想好就放，别犹豫。6，好样的，维嘉！哇，这个分数很白啊，这个。这个他是卧底，因为我放的那个地方啊，其实我还有一些余力。那你是卧底？你是卧底啊？你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因为想要留余力。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害怕，我万一再往前走，我可能会出现海涛和吴昕那个。这个情景好了，所以我就先放这儿。你加了的这个重量和这个力量应该比我多很多，但是只多了一点。你觉得他没有尽力，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我前不久膝盖受伤，所以我这个不能够弯曲，我就只能这样子过去，所以我这个很吃亏，真的。你看这里还肿呢，你看。用手去捅一捅的动作，就是好像在表现我很难界定是你想继续再推远一点，对，还是你想把它推远一点，想继续推远。不过很感谢你的成绩，非常好。好，福尔摩斯队派谁？你来，因为你是怀疑人之一。我们前两轮的表现来看，我还值得怀疑吗？哎，我要给卧底足够的空间让他表现。我们派祖蓝。OK， 不可能没有成绩。祖蓝加油啊！胡哥要说什么？我们派的祖蓝，祖蓝，你有什么怕不怕？你有什么话要对祖蓝说？我很怕，我很怕你卧底的身份显现出来。耻辱，这样笑着对我说，我很怕，我真的很怕。胡哥一直在对台上所有人进行冷暴力。好，来。就到最头了，我再也不怀疑你了。祖蓝，你不超过7-3，你就是卧底。我只有1.6米。哎，其实有诀窍。我怎么可能有七米多？七米三。7.3米呢？你有1.6米，你报6.1米就行了。还小伙子有冲劲儿啊，好帅哦。胡哥，我告诉你，我就说你刚才那句，我真的很怕。哇，你现在真的很怕。你要对着那个胡哥说，吓死宝宝了。其实吓死宝宝了。跟你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也是为自己在打掩护是吗？就是我很怕，所以我输了也是因为。你说谁不怕？7.3呢？你看这样看祖蓝的腿好美啊。蛮直的，他的腿。他又开始嘚瑟了，骑马嘛。哇！加油！哇！加油！卧底，洗不白了你，卧底。没扎到吧？差点就7.3米了。不要了，我差一点7.3米了。不要给祖蓝带在这儿了，带在这儿。他不要带这个牌子了，什么一确确就是，不是一次了，不是我啊，他是努力的。何老师，我和孙坚先上来，孙坚加油。确实，我已经非常不重要。就算你跳了一个0分，我也不太可能再搞个7.3米了。对的，所以我们就是何老师，你都可以跳5米那个。你要超，哦，不对，你要超过6米8。佳佳有超过0.5，所以我要跳6.8米。哦，有机会，你搞个0米。不行，你努力啊，你努力把旗子扔倒就行了。
师强呢。哎，你们玩，我先回去了。马老师，还要玩？上次跳高叫我跳3米7，现在这什么情况？马老师，你要扔14米。14米。马老师，啊，怎么样？输？戴个头盔啊？啊，不用，请大家给我加个油好吗？加油！加油！加油！这边的朋友好吗？谢谢。注意安全。非常安全，非常安全，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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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好多。我没想到回来会那么……小芳，你写个5米5，他们不会介意的。轻盈。我们的成绩是10米，然后呢，福尔摩斯队的成绩是17.5米。好啊，卧底肯定在你们那边了，也不知道是谁。我们先说来，我们到前面来聊。从吴昕先开始，你怀疑谁？我这一轮觉得我们队都是很尽力的，哦，真的不好选呢。那非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嘉哥像。你自己跑了个0米，选了我。我觉得你可以跑到6米至少。你自己挂得住吗？以你的运动能力，你最少可以跑6米。好，佳佳。确实很难。这个不好判断，这个。但是以我的直觉判断呢，何老师最后那一下必须是拼的，这样他才可以摘除嫌疑。对，因为我们这队输了，所以我觉得卧底确实在我们心中，我还是不改票，我还是投给何老师。嗯，好，祖蓝。第一，我还是觉得是为佳，因为他说我不改了，我选何老师。但是他一直看着我，他知道我一定会选他，所以他希望告诉我，王祖蓝，我不选你，你不要选我。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是第二，我肯定不是，因为刚刚在后台，我老婆说，是不是你啊，老公？我就跟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离婚，我离婚。你玩这么大呀、啊？真不用，真不用。玩这么大，嫂子，他开玩笑呢。哎，你要这么玩，你把房契都拿出来了。这个得对自己的婚姻有多大信心，才敢拿来开玩笑啊？他就是主要是对自己不是卧底有信心，是吧 ？OK， 好，这个我觉得真相越来越清楚了啊，越来越清楚了。我想纠正维嘉的一个说法，并不是最后一个人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卧底，没有人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卧底。只有卧底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卧底，每个人都要尽力地为自己这一队获胜而努力，我做的就仅此而已。当我努力地去放到5米4的时候，我不由得对于维嘉的4米6的成绩产生怀疑，所以我依然会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在维嘉的身上。下一位。我觉得何老师说得很在理，我是4米1，嘉哥是4米6，这个是吧？我觉得那他放到那个4米6，然后就好像不能再往前走了的那种很困难的感觉，我就觉得可能是嘉哥，所以我现在就是跑票了。每一次你的分析我都听不太懂。又开始。我的队员对我冷暴力。你不要急啊，你不要急，等一下。冷暴力。不是，就是刚才啊，你们在那边分析的时候啊，这边我们队在讨论嘛，然后这个人呢就直接跳过我，就只跟他们俩在那讨论。哎，你说谁？我跟你说，为什么？然后呢，他就一直躲着我，躲着我的眼睛，然后他实在躲不过去了，他瞥了我一眼。所以就这个人，我觉得他在我面前很心虚，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头到尾一直是指认他，但是啊，我现在不想把他拎出来，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队的嘛。啊，而且你们刚才又赢了，
所以其实我还是挺怀疑他的，但是他刚才居然说出了那样的话，我还是更相信爱情，我算了吧。所以现在只能怀疑这个人了，因为所有人都看见你刚才的细节，你已经非常非常稳的把那个旗子放在那了，然后你还不死心，你还在拿这个食指在捅。为什么不是多？我想多一点，真的多了几厘米。要多其实很简单，你再走上三步就可以更多。所以我觉得维嘉的可能性，心中愁的呀。我有自己的判断。哦，你有自己判断什么判断？对。因为我觉得不是嘉哥，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在归票，但是我要说，换作是我是卧底的话，我应该怎么玩这个节目？那我觉得我会努力的去赢每一次，让大家来相信我，而不是故意的去输，因为这个游戏的不可操控性太多了。那你怀疑谁呢？那我怀疑是何老师，因为凭何老师这么聪明，和何老师这么有智慧。你在你那儿的时候，你不应该跟着前面所有的人一块儿来投他，你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啊，对吗？听不太懂，真的没。我们都在研究。不是，我明白孙姐你的意思了，就是当所有人都觉得是维嘉的时候，我必须觉得是别人，我才不是卧底。也不一定是必须是别人，你就是把我逼向绝路，对吗？既不能是维嘉，也不能不是维嘉。这个我就是看你的反应。我明白了，我可以怀疑你，对吗？大家别乱，好吧？好，我给你们归正归正。好，你归正归正。总结总结。行，那个这一轮就现在游戏玩到这儿啊。别尽力了，扣不上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游戏玩到这儿，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可控制了。我开始说实话啊，按照我一个惯性的逻辑思维方式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往那边对去分析了，对吧？所有的事情发生到现在的时候，我都觉得是阻拦。但是他说要离婚，我怕我选他离婚是因为我，我承担不起。谢谢你啊，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我们四个，我们三个，三个，我们三个，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在我们得零分的是谁？哟，我们两个人都这么卖力。不是不是，其实不要看分数，因为那边都离婚了，不能看分数。主要要看大家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去表现，有没有努力。你们还是理解了我的意思。理解。我还是很欣慰。最后还是得我们帮你归着啊。好，我们开始投票。三、二、一。海涛，你指的孙坚是吗？你们也不听我的呀，我是说在我们这边呢。我想离开我这个队。我都这么努力了。好，我想到这个队来。我身上有两票，孙坚有一票，然后维嘉身上有五票。好，我没投。其实这样，你看这一轮的结局，我们是输的。是。然后在我的那个十四米六后面一个零分。对。何老师势必一定要拼尽全力跑过我，才不会被怀疑。其实从这个表上看，因为我是排在第二位出的。我再不怎么努力，后面的人还可以补上这件事情。其实从这个表上看，我如果两个零分，我第二个也算是个零分的话，那怀疑我是可以的。我第二个跑了个四米六，后面两个人居然没有人怀疑，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吧？不是，你跑四米六啊，你跑四米是他先跑的吧？对不对？对。对啊，所以你这个四米六是留有余地的吗？没关系，就好像刚才我们大家认定是阻拦，维嘉也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卧底，因为下面还有环节，我们要看看到底怎么样，好不好？那有上一任，对，有上一任，上一任的那个转交这个绶带，在阻拦赌上了爱情，把这个疑似卧底给取掉了，疑似卧底。维嘉，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到底卧底会是谁，将会在下一轮呈现。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池大，在前面的这个较量当中，比分已经比到了2-1。那这一次如果我们柯南队再输的话呢，其实战局就已经定了。而我们八个当中有一个卧底，一直没有被100%的确认。就算维嘉现在挂了疑似卧底，还对他的身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下一轮的游戏，同时观察到底谁是卧底。这一轮呢将会由福尔摩斯队先来，我们看到池中间有一个圆台，大家依次要跳上去，坚持五秒，看看台上有多少人，就成为这一队的成绩，好不好？好，那你们来排兵布阵，特难队的朋友请到这边去坐哦。好，跟我先来吧，你跟着我第二个。海涛第一个可能不行的，第一个就翻船了。我觉得应该是重的，重的他稳，先稳。海涛加油！你们可以喊一个三二一，三二一，跳！哇塞！哇塞！哇塞！你要棒棒的，厉害！好棒！稳住，稳住，不要故意滑下去哦。拉在上面呀！啊，真的只能这么一点了，不行了，不行了，像一只海龟。好了，哎，对，可以的，太远了，胡哥加油，三，等一下，你后面的腿，胡哥害怕，因为胡哥把那个水往前滑了一点，哎，不要掉下去，不会掉，不会掉，你把那个，你把这块地方让给我就行了，这太远了，也可以，可以的，来，开始滑，三，二，一，哇，我可以，哇。哇，没事吧，太滑了，有水，胡哥是降落的，有音效，不是，怎么我以为我就呲溜下去了，知道吧，然后突然就刹车刹粘住了，好，来往前滑，往前滑，两个人手拍压力好大，这样胡哥别吓你了，但是你们都这么趴着吗？好，准备，哇啊啊！哎，他真的是把两个人摁住了。你拽着海涛的头，把他给摔了，因为你是卧底了。真的是踩了我一脚。哎，哇啊啊！是那个苏岩，是我，他刚才踢到我下盘了，这真的不是。别急别急，发生了什么？我一定要会的。四个人，你跳上去，你一个人跳上去，我还有一个。好 ，OK， 好，就那一下，不能扶了，走了走了，三二一，进。哇，哇，这真的太强了。是 OK 的，加油，来走，走。好，加油，可以，加油，一分，加油，一分。这是第一轮，第一轮好，请上来休息，放我们队，我第一个，好，来，我们这个要你啊，来，哇，哇，哎呀妈呀，站上去了，许如燕啊，我的妈呀，很好啊，蹲一点，这样蹲一点啊，好。他们就得三分，不行可以，不行可以，没有那么远。你想想看，娜娜她也跳过来，你就往这里跳，因为你的重量根本不足以让你翻，你知道吗？我们 hold 住你，加油！没，我们会滑过来的。啊，现在是最远。滑也滑一下。新姐，你现在就像一个保龄球一样。好，吴昕来，来，就这样，这样，这样，这节非常紧，别往前冲，别往前冲。朱安，你干啥呢？你可以冲，别怕。加油，可以
的，跳到水里没事。别怕，你要不然就往水里自己下。我下来吧。你放弃了，下次让你第一个跳。那我现在积三分吗？别打我。我很骄傲地戴上我的疑似绶带，因为我问心无愧。维嘉刚才绝对洗白，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卧底是谁了。第一轮，福尔摩斯队三员大将因为孙坚的失误集体落水，仅剩娜娜一人保住一分，而柯南队发挥超常，稳稳夺得三分，福尔摩斯队面临内忧。这是卧底啦！外患，稳定发挥，加起来会六个。他们现在再跳。四个都上去，如何排兵布阵变得至关重要。这次因为他不稳定还伤人。究竟他们能否摆脱卧底嫌疑呢？卧底加油，看好你哦。习惯性加油回答。好，来，三二一，海盗二的。一上去全湿了。来，看一下吧，来加油啊！哥哥，这个床是你的，我绝对不说话。来，太难了，好走啊！两个赢了吧？好，来，娜娜来，加油，你跳得过去，来。没有三个，没有，万一是平局呢？那他俩都上去，他们有。他们是三个，他们也三个。哎呀妈呀！请看娜姐这一段慢动作。回放，回放。娜姐在水上跨栏。娜姐在水上跨栏，有没有？好。快站起来！我们现在比分是多少？现在二比三。我这份关键吗？当然关键。如果直接直接就上去下一轮，抓住。如果你输了，我不需要继续下一轮，我们已经赢了。来，加油！今天可以的。这边，这边。对。卧底，那个跟我没有关系，那个是我没有站稳。娜姐，你刚才在旁边已经看得到我是重心，你先走下去了。我看得非常清楚，孙坚是没有犹豫的跑下去的，没有犹豫的跑下去。孙坚外号，我是没有重心的掉下去的。孙坚只是把娜娜站过的这个平台当做了一个过站。我是孙坚了，他的目的地是在水里。对。可我真的，我是努力的想要去做。你做得很漂亮，你们队如愿以偿的输了。来，哎呀，没事，我们没有压力了。我下来了，快跑快跑！一二三，好样的！一二三，好样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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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那待着，没事。哎，在哪待着？我第二个啊，我第二个。没有，没有，哎呀！哇，何老师好轻哦，蹲下来。我觉得他们那个控制得很好，总是离那个看着我们虽然总体个子都小，但是我们轻，我们就是为这个游戏。升升，你别把我冲下去了啊！你就跪在这个部分就好。好，我拉着你。好，来，一，又跪了，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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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蛤蟆神功，太吓人了。游戏的胜利，总比分战成二比二平。接下来进入发言时间。再把我的那个绶带拿过来，我可以好。直接给孙坚，直接不跟我没关系。你想，我两轮都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掉下来的，为什么会怀疑我呢？为什么我跟你是一波的？我同意，我同意韦佳娜娜，你同意？是你根本就不是我娜姐，我真挚的眼神望着你。我是这样的，我不是从这轮的表现看，
因为你从一路以来你太怪了，把自己摘出去，摘出去，摘出去，对不对？对。那对呀、啊，那你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指伟嘉，但是你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把自己摘出去。我是得荨麻疹啊，我都不能见水的，我都努力的去跳。得荨麻疹，你还来参加节目干什么？你要传染给我。荨麻疹不是。我都努力了，对不对？吓死我了！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是瞬间。哎，海涛，你不能因为我踹了你一脚，你就投我一票。因为瞬间踹我那下太疼了，我必须投他。那从我侧面观察，瞬间确实是问题非常严重。我第一轮直接摁住两个人的头，他还踢了我，踢了你，对吧？这是第一轮的表现，第二轮的表现。虽然很有可能滑下去，但是他的过程确实是表现是在控制当中跌倒。这没有。我如果用一个慢动作，行，他整个过程是这样。我就路过那个圆台跟你打了个招呼吗？你来，你觉得？终于改变主意了。不是我了吧？本来我一直盯着你，但是刚才我们四个一起站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好感动。好，来，我们来投票啊！3、2、1。好，我们带着孙坚的这个疑似嫌疑，那接下来就不需要去抓什么卧底了，就是努力让这一队自己这一队赢，好不好？那这一队游戏非常的简单，大球砸人。游戏规则：四个人站在水中平衡木上，对方队员用球击打，看平衡木上剩几个人。柯南队率先进行挑战，平衡力最好的何老师和维嘉站在中间稳定中心，吴昕和王祖蓝分别在两边，而福尔摩斯队能否成功击垮柯南队全员呢？好，来吧，不要活太紧啊，要靠自己保持。好了，来。我其实是往你们两个的小腿中间扔的，结果偏了是吧？真的偏，小腿中间。我们还有机会吗？没有了，那现在你们有机会来保护自己，来吧。接下来的挑战，福尔摩斯队必须保持全员不漏水，才能获得胜利。他们的排兵布阵与柯南队恰恰相反，将实力队员海涛、胡歌分布在两边稳固，中心位置由秦巧的娜娜和孙坚担当。柯南队会用什么战术攻击福尔摩斯队呢？对，好 ，OK， 好了。孙坚卧底，不是，他这还没玩呢，还没开始就玩。这一招叫消耗的。孙坚自从来到迟到了这个环节，就撒开了，只有三个信念：往下跳。哥现在洗得白白的，加油啊！来，站起来。你们说谁是卧底？那个孙坚那边。不打我，坦白了，我是卧底。你看，不打你，你不打我，我看我掉不掉，好不好？来了，三，打我。二。胜福尔摩斯队，总比分以柯南队3-2战胜福尔摩斯队。
那么卧底究竟成功还是失败？好，接下来就由导演来宣布，如果导演宣布卧底获胜，就说明卧底在你们四个当中，如果导演宣布卧底失败了，那就说明卧底在我们当中了。 好， 来，导演请宣布，三二一。哦，我们这队之中，你看，我就说在我们这队中吗？你啊，依次来检验。今天检验方式是由我们的卧底检验官、人气网红小芳，将由他来决定。如果卧底小芳给他一个拥抱，就说明他是卧底。海涛，第一个去。好，好，三、二、一。当你微笑都不是，不是我。好，第二个就是你。真的不是我。三二，你说一，是不是我？看到没有，娜姐，谢娜，五哥，究竟谁是卧底？我导演说你不能当卧底，你得保护卧底。那个导演组把我拎出来作为卧底，这不是侮辱你们的智商吗？我不做这个卧底。哥，三二一，谢娜。哦哦啊 ！Oh no！ 啊！真的假的？五哥对不对？你跑了八米，你是卧底。最努力的人不一定还不是卧底啊！我不是一个，你还让我不要职业？我不是一个很那个。七米六、啊。好，我下，我自己下，我自己下啊！是本场卧底啊，你是卧底。我不是卧底。你是卧底。哦，我是卧底。对，卧底是干什么的？卧底任务一，你必须破坏自己所在队伍的游戏进程，让你的队伍最终落败。不得不说，在此轮任务中，虎哥的卧底表现堪称完美。完美。首先是在关键时刻的致命一摔奠定胜局，同时他也利用了长腿欧巴优势奋力一冲，撇清嫌疑。我就要身先士卒，我就要让所有人，尤其是娜姐，相信我肯定不是卧底。哇，他再也不怀疑你了。不仅如此，聪明的胡歌在隐藏身份同时不忘拉个垫背的。我怀疑两个人，一个是娜娜，谢娜，我觉得她在我面前很心虚，你知道吗？我的队员对我一个冷暴力。心疼我娜姐啊。至此，卧底队伍落败的任务成功。卧底任务二，你必须在节目中完成抱何老师的卧底指定动作。那是哪种抱？公主抱吗？他是这么抱的。从节目一开始，凭借着在游戏中的出色演技，成功博取动作任务对象何老师的信任。我不怀疑胡歌，他真的非常努力的响应。然后趁机，我不是故意的，爆了，爆了！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刻，卧底指定动作完成。但纵观全局，小编却发现了卧底胜利的一个惊天大秘密，那就是神助攻的队友。神助攻队友一，王祖蓝。当胡歌在故意拖延的时候，王祖蓝同样也扣上了故意作秀的嫌疑，给王祖蓝戴上疑似卧底的绶带。神助攻队友二，维嘉。当胡歌轻而易举完成卧底指定动作的时候，维嘉的可疑举动更是以假乱真。维嘉，我是觉得最有怀疑。神助攻队友三，孙坚。当胡歌故意失误落水的时候，孙坚天然的游戏黑洞反而引火上身。孙坚只有三个信念：放下跳。
综上所述，这些聪明绝顶的队友总是能在关键时候助卧底一臂之力，卧底想不赢都难啊！恭喜胡歌，最后完美完成卧底任务。哎，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嘉哥，你中午化什么妆啊？我说了，我真的是跟一个厂商见面。其实今天帮我最大的是谢娜，因为她的表现太差了。第一轮的那个给的提示是什么意思呢？啊，对呀，什么特务？因为那是一首歌的歌词。对呀，歌。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护肤品，提示您下期看点。重要通知：下周调整播出时间，下周日晚8:10见。下周日晚，八零制服美男罗晋、陈翔、张若昀，90制服美男金大川、刘昊然、吴磊，帅气登场。拼制服竟有如此差别待遇。罗晋其实今天穿上非常的可爱，地位都不一样，还给你配了一个护士。陈翔这倒霉，配了个领导在那儿。阿涛，行业又名阿涛，你是骑个马？你可以说。没车位，没车位。我是什么来着？你有病？你有病？我有病。有老雪兔。拼年纪，有人竟惨遭同队吐槽。各位也是以高龄混进这一组，他觉得冤呢。也是。那接下来就考验一下各位的真实年龄，开始。1、2、45。拼头脑，斗谋略，九零队势如破竹。若云加油！哎，这是不是计时有问题啊？最关键的是排兵布阵，目前呢双方是战成一个平局，八零队比较头疼了。很简单，佳佳你过来，你就是推我，就是一个推我。我以为我听错了，那个战说。拼肢体，斗体力，看八零能否反败为胜。谁能够抢到颜色正确的垫子？文磊，文磊，你太过分了，你。开始。浩然，你太棒了！太棒了！泳池大作战，好激烈啊！拉不下去啊！快抱住，还不如别管了。走，究竟谁能问鼎？给了最好的伪装者。百雀羚草本、法兰琳塔和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快乐的话，你用快乐大本营；快乐的话，用快乐大本营。多关心我呀！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信哟。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再见，拜拜。来一起。